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天晚上的 Garena 超级联赛2013春季赛事，我是主播陈毛，我是赛评记者。好，那么今天晚上呢，又请到记者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讲解今天晚上的 GPO。那么呢，很快马上就要来开始了，而且今天比赛也有大家喜欢的队伍啊，这个 AHQ 也在。不过 AHQ 今天是颇辛苦，因为 AHQ 今天在这边打完，今天整个 Game One 之后呢，要马上赶去打那个职业挑战赛，而且还要打两场。那么今天晚上是一个三连战的节奏哈，看起来是非常苦的一天。马上进入到今天晚上开赛前的一个战绩表，在战绩表上面可以看到呢，已经封王的台北嘉兴今天没有出赛啊，目前是9-6的胜率，占据第一名。然后新加坡先锋则是紧跟在后啊，21-5的一个战绩。然后是 AHQ， 你看 AHQ 其实也是打了25场，今天晚上打完以后也是26，那么就剩下个礼拜的两场赛事，春季联赛就正式打完收工了。对，然后要对上就是新加坡那边，要看是不是能在最后一次的交手拿到一个胜利，这是他们最关键的一场战役。对，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然后就是因为这一季都还没有打赢过新加坡先锋，啊，这个是真的是硬伤啊！在这个目前这个状况下，下礼拜那一场应该是要全力以赴。好，以下分别是第四名星空小丑队，第五名是吉隆坡猎人，然后后面的学弟集团们。这是今天晚上开赛时候的战绩表，马上来看到今天晚上两场的对战赛程吧。在对战赛程的部分呢，当然，字幕机看起来又怪怪的，字幕机可能又怪怪的。好，没有关系，今天晚上的赛程呢，两场我们就看这一张就好了。4月14号，星期天，大家看最下面一排，晚上7点整的 Game One 是由西贡775要来出战 AHQ。好，然后呢，再来紧接着在后面的是晚上8点整，则是由西贡小丑队要对上马尼拉猎鹰。那我们昨天也有讲说，西贡小丑队昨天被这个台北暗杀星被台北暗杀星打爆之后，今天应该是非常的生气，感觉会怒揍马尼拉猎鹰。对，今天我今天还想到就是说，今天刚好看到那个Riot 那边他邀请就是世界一流选手去做一个采访，说你选什么角色，然后这一个礼拜刚好是那个阿全，对，然后他选的当然是伊泽瑞了。 对，那就是刚好看到这影片就想到，那今天我刚好要转播他的比赛，那就是很希望今天阿全是不是拿出他的 man， 然后展现出那个在 S2 带给大家的那个气势，真的是这样。对，把马尼亚猎鹰打的就是，然后如果说他今天这个，因为最近伊泽瑞有流行的就是蜥蜴长老加冰拳的这个流派嘛，不知道阿奇今天会不会出这个蜥蜴长老加冰拳流的伊泽瑞尔，让我们拭目以待。晚上8点整的 Game Two， 以上是今晚赛程预告。那么很快就要来开始今晚上第一场比赛了。那我们也要讲了嘛，因为 AHQ 今天呢有2连战，所以这一场感觉也是会想要尽快打完的这种味道应该是有的。好，首先看到他们的对手蓝方的西贡775。希望星期五呢，当然我们都讲过非常多次，就是以阿 Ken 领军的一支队伍。那我觉得他们其实上个礼拜打得不错啊，上礼拜打得不错，打赢新加坡那个真的是跌破大家眼镜。虽然对，就是新加坡那边可能有一些自己的失误，可是我觉得身为一个学弟队，你能抓到就是你的学长失误，然后很稳扎稳打的拿到比赛的胜利，我觉得这也是代表他们的实力有一定的基础。对，那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在这个逆风的这个节奏下面有控制住，就是说虽然一开始新加坡先锋气势是比较旺，但他一直没有让新加坡先锋拉开距离，就是那种小逆风，尤其在操作在气势上面都输对方的状况下，能够扛到最后，然后一举把新加坡先锋击败，这支队伍也是算是创下了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不过稍后在本周的战斗里面与这个同是学弟霸主的队伍对战的时候又落败了，今天要面对的是 AHQ 啊，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马上来看到他们的对手紫方的是AHQ， 再度由人进场。好，贝克教练跟大家打个招呼，今天看起来格外腼腆，你究竟怎么了？你究竟怎么了？好，这个跑马灯的位置变网的字幕 AIM 之父啊，这个好像没有新的卖腰带的黑雪姬煞气蓝白头，好，这确实没有新的。好，这是 AHQ 的贝克教练。接着我们来看他们的选手们。选手们则是从萌萌小峰开始，他今天有特地把刘海梳齐一点，昨天比较乱。对，然后昨天在TS 有对战的时候，对上上路的龙闸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气势有不错，就用炫压了对方的蓝宝，我觉得蛮让我印象深刻的。对，但是你说那一场还是输了，我知道。对，你说那一场还是输了嘛？那最近 AHQ 就是，你知道教练说千万不要脱他们的衣服，因为他们身上都是我的鞭痕。
啊，这个 AHQ 教练最近鞭打得很勤。好，这是 AHQ 上路小峰。接着我们来看下一个位置，下一个位置则是 AHQ 的江格兰兰特啊。兰特今天气色看起来比较好一点，而且也没有戴眼镜啊。我看他这样子，我比较习惯。对，兰特刚刚在偷笑小峰，我就不禁想起兰特啊，你昨天的蜘蛛似乎好像没有什么资格可以笑小峰呢。啊，一样是给大家看一下他有穿鞋啊，每次都要证明一下贝克其实有穿鞋。啊，这个最近都有穿鞋啊，最近都有穿鞋，害羞了，害羞了。好，啊，兰特表示我也有穿鞋啊，啊，只是你拍不到。好，这是 HQ 江格兰兰特，那么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再出蜘蛛哦？啊，加油！啊，接下来看下一位选手，下一个选手则是毒海的一盏明灯，瑟雷西的代言人啊，什么时候从匿名的代言人变瑟雷西的代言人？因为匿名出不到啊。好，这是西门叶说，啊，怎么了？嗯，小叶在干嘛？陷入一个，他们究竟是在做什么？小叶在那边感觉很嗨啊。好，这个是西门叶说，哦，也是一个备战中的状态，脸上的痘痘好像有稍微好一点。好，这个是中路西门叶说，我们马上来看下一个位置，下一个位置大家刚才已经偷窥过了，就是小叶叶。那你的头发今天依旧是很高啊，你这个哇，发生什么事？你电棒烫是吧？你这个哦，这个高度啊，莫非是想要用一个暴走族的飞机头？难道你就是 AHQ 伤员啊？那种伤员鬼冢英吉的那种味道，哎，都有，就是那种暴走族飞机头。好，那么这是 HQ 小叶，他被拍到害羞了，他感觉为什么要一直特写他？我好害羞。好啦，我们看下一个位置，放过他吧。啊，放过他吧。最后是绿茶啊，绿茶就不怕拍，有没有啊？整个人就说，哎，我比较帅，我才没有在怕的啊。OK 的啊。好，这是 AHQ 的辅助绿茶，今天又是哪一支辅助角色呢？最近真的是越玩越好的绿茶。对，每支角色都用的蛮上手，就一开始索纳到现在的瑟雷西，每一次都有一些精彩的 play 出来，就是再再的告诉我们，其实 support 这个位置也是可以打出让人惊艳 的表现。小叶叶今天真的非常的 groovy 啊，你这个整个很有律动，这个音乐节拍。可是他没有戴耳机，对，所以我不知道你在 groovy 什么。啊，超酷！好，以上是 AHQ 全体成员，那么马上就要来开始这一场西贡星期五要去对战啊 AHQ。那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刚才有在谈这个问题，就是说西贡星期五之前打败新加坡先锋，所以让人是会对他比较这个有戒心一点，没有错。但是问题就在于说他之后随后输给了吉隆坡猎人队，感觉这个戒心就掉了。对，因为那天被高森利的那个雷兹打成，然后我还记得印象深刻。那时候就让人家觉得啊，这好像还是我们认识的西贡星期五。好，还没开始打之前，先做一个神预测，我赌兰特会出李星啊。啊，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没被 ban 的话，因为昨天哈利路亚踢得很帅啊，依照兰特的个性，他一定说可恶，我一定可以踢得更帅，然后就出李星。就两个人要比，就是本周李星的那个特写镜头，谁拿的比较多？谁才是李星王？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可能会发生。对，那西贡星期五最后好像听到长毛的，那我就放李星给你好了。本一个飞爱，本一个飞爱。当然，这也代表说，现在在一般的这个一般的观感上来说呢，飞爱的威胁性是比李星来的大。对，那HQ 这边 ban 掉了他们不太想遇到的几个组合啦，那就是狗头人是他们最近对战的时候也比较不好应付的一个角色，尤其目前狗头人现在 Rutt 似乎也发现他有一点他的 W 有点 OP 的事实，也在 PB 已经要去改动他了，这算是史上最快 nerf 之一。他好像不是有一点 OP， 他是超级的让 AD 玩不下去。对，我应该觉得这个 ban 基本上就是小叶叶说的，我 ban 这个不 ban 我不打 AD， 我选大男这样。每一场英雄流，你要想想看哦。狗头人对于那个纳瑟斯对于 AD 玩家来说是完全的是残忍到就是让游戏玩不下去。那你要想想看，每一局英雄联盟的这个平均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是 AD 啊，这个统计数据很标准吧？好，平均英雄联盟的世界里面，平均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是玩 AD 的啊，很有道理。所以你想想看，纳瑟斯不改，他们就会有五分之一的玩家玩不下去，这当然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对，所以现在我们只能期待这个改动能是否就是哎，可是我不希望这个改动以后狗头就消失，因为我觉得他已经算是消失一个蛮久的英雄，他在比赛中出现，我觉得是丰富了很多战术的东西。那希望这个改动不会大，就是大到让狗头消失在比赛之中。是，我觉得是有趣的，因为他的破防还有他的这个 Q 练武功的这两个特性，其实在别的英雄上面不常见。当然，这个 Q 可以累积力道这种事，就是可以累积他的攻击力这种事情，在维嘉身上也有。不过维嘉更是一个无法登场的英雄，所以
确实它有它本身独特的系统，只是 W 这个技能本身并非太有创意，并非太有创意，然后又过于 OP， 我想遭到修改或者甚至整招砍成别的东西，都是有可能会发生。哎、欸、啊，这边看到的是 AHQ 选择了佛利贝尔，看来我要神猜一个是失败了。然后西格星球还把李星选走，所以就神猜一个就更不可能成功。QQ 就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我现在要在兰特面前耍李星的意思。我觉得西格星球目前的三个选角让我稍稍有一点点抖抖，因为蜘蛛啊，蜘蛛对线强，压线强，但是会战就是比较难打。那没有滚道就不太好打，但连李星都是这样的时候，你。除非你 很用力的把上路就是打爆，不然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两只角色进到中后期会战期的时候，其实很难发挥啊。而且两只角色都是其实比较吃技术的。那当如果说你是一个处于可能学弟队，就是技术层面可能还没有办法跟学长匹敌的时候，你又选了一个技术性的角色，那就是其实就像长毛老师所说，有一点点的让我们觉得抖抖的。对，我会比较担心西游星期五这样子的选角好不好来发挥。那尤其是刚才讲过那个中后期会战层面，李星真的是就很难用，就活生生的很难用。然后伊丽丝就是你知道，如果没有滚很大的话，一样很难用。那可是他现在又补上了，星空星武又补上了一个非常就是要赢线的一支 AP， 我不知道他没有 lock in， 可是他刚刚在第三个 pick 就有想要抢这支角色的意思，所以感觉这是他们今天要打出来的角色。哎，你是蓝方，你终究要被 counter。其实你第三个 pick 或者是第五个 pick， 其实都是一样的下场。对，终究还是没有看到西门叶说要拿什么角色。好，那么呢？哦，那么呢？这个接着是要选伊泽瑞尔吗？还是哇哇这样子？这整支队伍都是一个。全部单打，全员单打中的一个状态。星期五这样子全队，你看啊、哦、啊、哦，这个他们现在就是要打说会战，我就是要疯狂的灌死一个人。可是 AHQ 只要撑一个很硬的坦站在最前面挡着，他就很难出手。我觉得这个阵容稍微星期五这个阵容蛮危险的哈、哦，蛮危险。但是当然赌赢的话就很球了。好，然后 HG 这边中路是凯尔，赶快很快速的帮大家报告一下，上路是鳄鱼，然后下路是选择了老鼠加瑟雷西打一波非常的强力。那么范这支前期这么弱的角色碰到老鼠加上瑟雷西，只要一中钩可能就要直接往生了，这个非常的注意。好，那这边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等一下这个选角结束以后会很快速的进一段广告实况中断一下，因为据说现在又有音效杂音的状况，对不对？那我们让工作人员设备马上调整一下，所以我们实况会中断一下，但是不要转台哦。我们这个比赛开始以后当然会继续为各位转播，我们现在先进段广告休息一下。